云勇，是不是你叫吴先生约我？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要一个人安静一下。无需要去啊，这在立文身上啊。必然输就输啊，参像今仔发生地，你永远无可能进步啊。云勇，上年纪不大，有法冷静一下啦。敢讲，你袂记我甲你教过啊？只要你无真正放弃，你永远袂输啦。一摆失败算啥？爬起来继续奋斗啊！我就是听你的建议，就算我阿姨搞气喘，唔肯替我背书，我也无放弃啊。要唔过一届，我这里打拼，到最后同款是输，我心内哪会甘愿啊？阿姐。因为这个真正就打拼的，因为着这个 case， 伊嘛常常无闲到三更半暝。先甲你讲，打拼就一定赢。敢讲温瑞德都无打拼？温瑞德是出奥博，我唔知伊有啥物手段去买出林明德去摕背书啦，而且佫去何爱家暗中改斗相共。你嘛知影，阮爸以前哦对温瑞德上偏心，这三点根本唔是你失败的原因啦。你唔通袂记诶，我嘛是住喺草庐山啊。我只会当讲草庐山开发的客运案，真正互人足有兴趣诶。这嘛是林明德甲草庐山居民向说服的原因。上关键就是阮爸偏心啦。以前伊无介意丽文，伫喺我甲丽文分手，即卖伊无介意我。我的客运案，伊就唔肯接受。卡主连家己失败原因都无法度接受，你是要哪成功啊？恁爸是一个大企业家啦。那是凡事拢以私心来出发，伊哪有可能拼出这么大的事业？我讲一句老实话啊，温瑞德比你较厉害，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。我真正想无咧，温瑞德到底是倒位比我厉害啊？这几年啊，伊当阿妈拼出一片天，可惜判断眼光甲伊的毅力，啊你咧？靠的只两个字，冲动，所以你就输伊了。阿姐，其实云勇伊真正进步足多，确实的。甲家己进步真多，也毋过你想要赢，你来用变，爱对家己残忍。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站在巨人的肩膀，你将看得更远。假如你若想要赢什么人，你就去什么人身躯边，好好啊观察，看人做代志的态度甲方法。假如你若想要参与养生村的 case， 你来主动要求加入温瑞德的团队。你叫我做温瑞德细汉的，你到底有要听我的话无？我做袂到啦。哪呢呀？你永远无机会赢伊。阿姐，阿姐，请你稍等一下，我去甲圆圆考卷一下，好吧？请你稍等一下。圆圆，你听我讲，伫个温瑞德身躯边做代志，只是暂时的。我认为汉光阿姐讲的足有道理的啊。你即马就先照伊的意思去做，好不？我真正做袂到。难道你会敢那感觉有我？啊，是你规头壳拢是你家己面子的问题？我当然要紧你啊！难道你就爱知影？你真无简单，才走到这步，你就要成功啊！你未用输一届就安尼放弃啊？安尼让你爸爸更加失望。够差！自细汉到大汉，阮爸伊都做失望的啊！哼！那安尼挂咧，我无想要让你一直藏起来，所以你一定要想到办法得到恁爸爸的肯定，就算是为着咱的未来，你这次就先听汉光阿姐的话，搁试一次好不好？
先生，我愿意接受你的建议，请你给我看家。好，头一步，先收起你所有的脾气。婉仪回来啊！爸，你来等我。你是不是走去饮酒啊？是啊，有饮淡薄。爸，是的。是的，啥？是我无风度。我明明知影，养生村是你生日礼物，我煞用收到去，想得到你肯定，把这件代志不敢乱七八糟，是的。要唔过，嘛是因为安尼，这件必然输去，我心内真真痛苦。知影做唔对吼，就表示你为即个代志丢得假死啊！啊，你个少年，以后机会还佫真多啦！啊，爸，我可是要继续到沙岗养生村开会，我敢会当加入去瑞德团队啊？啊，不过即摆负责的人是瑞德呢，你若加入伊个团队。你就要照伊的指示去做代志，你敢有法度探头去看伊的面色啊？爸，这是我家己的选择，我家己的负责。而且我嘛想要甲瑞德好好合作，把你的生日礼物做起来。其实啊，你这届已经做了真好啊。你只是经验无够，瑞德的能力就好，我相信啦，你一定有法度为伊遐学着袂少的物件。多谢爸。